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爱心大使，爱心大使已经来了，欢迎炎亚纶。哎，麦克风呢？好好，你就在中间好了。然后，刚刚他们跳了很多 pose， 你有记下来吗？喂喂喂，有，大概不必打小孩。对，有大概。大概记得，总共就是要五个动作，不必打小孩，不就是什么？就是不。不要生气。不要生气。然后不必打小孩，必就是。闭上眼睛。深呼吸。对，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一点。打电话。打给家福。对。然后嘞。然后要抱小孩。那最后要大笑。对，小孩。对，还要大笑失声。好，那我们先拍个照好了。好啊。他们全部人都非常会摆这个 pose。什么 pose？ 就是刚刚有五个 pose。那全部人最不会摆。一起做。可能就是你。我有在看，好不好？最后是放你上麦克风。然后我们连续摆五个 pose， 然后小朋友，我们到中间一点，好不好？跟炎亚纶拍个照。好，我们到中间。我们先摆一下 pose， 不必打小孩，因为从2013年到现在，连续6年都有这个儿童保护日，每年的4月28号，家福基金会都会办这个快闪活动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个是 pose， 不要生气的，不要生气，我们把手放在胸前。哎，小朋友，我们看镜头好不好？不要生气的，不要生气。好，右边右边，后面后面。好，右边那个黄色衣服的大哥。好，都好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就是，刚刚是不要打小孩，现在是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好，现在完全看不到了，好，我们快点跳过这个动作。三个是三个，打给家福，拿起电话打给家福，家福的专线是0800078585。好，打两支电话打给家福，应该比较容易通。而且0800是免付费的，所以有事情都可以打给他们。好，再把第四个动作，好，就是打，就是打，就是打，打左边，打打，把中间，好，右边右边。前面还要大笑。